嗨，我是贝贝。我是小欧。嗨，我是妮妮。我们重游丹麦了，这次我们在哥本哈根多玩了好几天呢。来说说我们在哥本哈根体验的精彩水上故事吧。哥本哈根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，每一条河道都充满了生机。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由商人与港口改变而来的。丹麦人为城市里干净的水源而骄傲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地饮用自来水，甚至可以在市中心清澈的河道里游泳。靠近市中心还有很多可以玩耍的沙滩，这里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探索沿海风景。我们在新港边乘坐了带有讲解的运河游，这是一个探索城市的绝妙方式。在船上我们还了解了很多关于哥本哈根的小故事。但我一直有一个船长梦，于是我们还租了一艘小船自驾游览河道。我和我的船员们都玩得很开心。如果喜欢冒险，还可以租一艘皮划艇游览河道，但要注意保持平衡哦。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租一艘天鹅船，度过轻松的午后时光。结束一天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沿着河道或者海洋的小餐厅，静静地观赏夕阳落下。我们很是喜欢这座依水而建的美妙城市，下次再来这个与海洋息息相关的国度时，我们一定要尝试更多有趣的活动。对了，我们在规划此次北欧之行时，从这两个网站获取了不少灵感与实用信息呢。别忘了在微博、微信上关注哥本哈根旅游局，记得观看我们的其他几部短片，并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哦。